放眼望去，白的、红的、粉的，各式的百合花盛开，争奇斗艳。空气中弥漫一股清雅的百合花香，让人陶醉不已。花园里头原本就有多达30多种的进口百合，今年业者还特别引进，并成功试种了13种百合花，让大家一次看个够。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，让客人有他也可以了解说，哎，有一些这种新的、不一样的、不同于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那种花色，传统的就是很单一的颜色，黄的、粉的这样子嘛。哎，那我们寻找一些比较特殊的，可以有双色的，哈，重瓣系列的这样子，来给大家不同的视觉上的那个享受，这样。这个花型跟一般的百合不一样，它的花苞是倒吊的。为让大家欣赏到更多品种的百合花卉，后里观光花市特别从国外引进在台湾罕见的百合品种，包含黑色倒吊花型的夜间飞行者，以及紫色像女生眼影般的紫眼，还有红色双层花型的双红百合。而这些美丽的特殊花朵都已经逐渐盛开，像那只深红色的，它就是倒吊垂吊式的，一般市面上看到就是这样正开嘛，它就是属于倒吊式垂挂式的。那另外一个双红，它不同于一般的百合，它中间多一层的花瓣出来，而且它这只没有花粉，嘿，就是比较特殊，市面上比较少见。那我们今年算有试种成功。欧式风格搭配多种色彩的香水百合，非洲菊、彩色海芋，让人仿佛置身在国外。业者透过定期更新的花田景致，不仅成功行销后里花卉的名气，也为花市增添更多亮点。记者王胜炫台中报道。